你今天看哪个电影啊？你坐下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这么多事儿啊，这是。一可。 今天是我们交往的第1314天，我请来了我的同事，见证我一直以来想给你的承诺。银河，嫁给我吧。 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想说的我都知道。谢谢你成全我的奋斗，也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奔波。阿庆，今天是我们交往的1314天，我请来我的同事们为我们做见证，见证我一直想给你的承诺。这些都是你的同事？易可姐，李律为了向你求婚，特地包了场，准备了很久，真是感天动地，令人嫉妒呢，是不是啊？ 这些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嫁给我，跟我一起去北京，让我为你遮风挡雨。嫁给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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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